怎样？这是土地公庙，内底有寿堂呢。想看卖，我几工无食物件，用要枵死咯。看起来足好食，但是偷食身体是毋好的。啊，我去问阿嬷看卖好啊。哎呀喂，你偷提你提提来，我拢无讲呢，阿妈哪会拢知哈？哎是，小静呢？我的巴肚实在枵到挡袂住啊！你来偷偷来，就讲生气，哎你巴肚疼。不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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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巴肚枵的声啦！啊，请神托你讲，夭寿囡仔，托你讲，歹势，都是囡仔唔捌代志。啊，托你讲的啊，大人大人，这囡仔巴肚枵，可怜。叫伊等我甲你回室内，伊就先好伊食饭，给杀了哟。托你讲，无爱食就受苦。托你讲，看起来也无欢喜。托你讲，生气啊哦。托你讲，有话要讲，你少等者。托你讲讲，你阵带三个人。老爸老母好领去，阿妈过身去，爸爸着伤送定，你后生照顾伊四年。因只后生三十岁啊，伊爸爸啉农药自杀啦。哦，可怜啊，也还有种，但袂条。老爸的猪啊，叫豆子。土里公足唔苦，唔食饭啊。无想到砖头发生过这种代志。唔当自杀，
伊总是伊唔敢动，唔只是个猪啊，面前恶棍，可怜。地主就一只，叫捣鬼，一路上伊伫遐，卖过去。我，敢有啥物法度会使帮伊？自杀，害因超多，假使唔夹，伤身体。到时啊，托你讲过来啊，有毒卖食。村两地啊，再去托你讲。去找托你讲。那时阵托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紧紧紧，还是还，还困着哩。托你讲，是嘞，你的收徒剩一半。托你讲，后面的壁劈开啊，声音是为阿。有够痛，敢若打了着过身的人。
国里讲的，只是应该是这间厝吧。做无简单入，感觉空气充满着悲伤的气氛。这个是一位爸爸留予因囝的手尾字呢，看开是阿妈讲的迄家人呢。讲到阿母的墓，是大弟拄仔经过，这个是一位爸爸留予因囝的手尾字呢，看开是阿嬷讲的迄家人呢。好你讲叫我来摕这个小香炉，为什么爱捡这个物件呢？总共一句先摕予土里讲吧。你讲我把香炉摕过来啦！哇，安怎会家己烧开呢？内底毋是只有火吗？托你讲是叫我摕香炉去上香吗？会花伊啊，只好倒去找兔儿公啊。都烧开啊，都奇怪呢。我干吧啦，我去头顶的木上香吧。兔儿公不是要我找这个墓，就去找兔儿公吧。会花呀，托你讲，不是爱我找这个墓，都去找。
发生什么代志呢？风声内面哪有哭声啊？刚才在讲什么话？土里公发落啊吗？那是什么物件？这块茶哪会发光？这是欧雷淋巴。公布咱上有甲题目相关的文章。没想到有遐多规矩呢。